你发光发热的品牌。那今天非常感谢林务局以及台铁局，我们共同的努力，让这条路线再次的连接了起来。期待不久的将来，我们阿里山铁路还可以从奋起湖连接到阿里山。它不只是我们的一条观光铁路而已，它更是台湾阿里山透过这条铁路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通道。那今天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搭乘，也期待各位我们一起用念力、用愿景，为阿里山铁路铺下一个美好的希望，更期望这条铁路能够继续永续经营。谢谢各位。半球车站，三次车准备进站了。现在管门关的话，会了解的是要求啊，第二条最少先要赶紧，对吧？先要登转车之后，让安全兵再收到。去抓对吧？来，呼叫半球车站好，张部长。各位长官贵宾好，准备迎接喷水秀灿烂的彩虹，所以我们现在火车速度会稍微放慢，也请大家相机可以准备啊。待会呢，我们这个喷水秀呢，即将将幸运的水洒在我们这班车上面，然后呢，水雾在空中开花，也会为大家支起一道美丽的空中彩虹。你喝一杯的啤酒，你喝两杯的威士忌，南路口盖盖不迷路，水火苦。你喝三杯的啤酒，你喝四杯的威士忌，南路口盖盖不迷路。水在哪里？水在哪边？哦，在左边的。我们的地铁。对吧？拍姐。那不能下去。哇！